狗沙包上线，我也不用打狗沙包了。臭狗买了不玩，我也不知道，消失了。最近入坑用键盘在玩，有给新手的建议吗？不要乱按，就记得不要乱按。这游戏是一个很慢的格斗游戏，你只要慢慢的来就好了。连欠咪打人都不痛，我感觉大家打的伤害都差不多吧，一套的话。哎呦，现在不动。哎，啊，完了！哎，对，我那个刺都没出来。好啊，那个刺竟然可以没出来了。跳得很准欸，这个人。新流人怕，哇，360度升龙，厉害，这个强哦，逆升龙很强哦，这个是有特殊指法的。啊 ，JP 二期的常见对策算吧，反正就赌赌看啊。如果他凹失败的话，我也有可能站在原地不动，他就凹失败了。这一批一堆人玩，这一批的出场率应该是没有到很高的，因为也不是 T1 角。啊，完了，死了！新六连帕，
抢的就是那些绿冲快的、啊。Luke DJ，Luke DJ 马农，听说肯也很强啊，但肯我是蛮少遇到的。DJ 真的很强。DJ 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T 0，太强了，真的太强了。马农绿冲很慢，马农折太多了。 折跟插合很强，这游戏有在 buff 或nerf 的吗？通常好几个月才会小改一次。本田下去了，本田一直都没有很强吧？本田的连段太少了。 他只是比较无脑。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. 你被气功打到动不了，动力波挡啊！ 哎、OK， 刚刚竟然动不了。 这人90几拼为什么那么卡？完蛋了，要被他摔扁了。那这个人为什么九十几拼比刚刚那个还卡？ 哦，离反。哎，对，要跳入了。 JP win， 哎，对，完了。 换边了啊！因为我也可以不换边了。哎，抓两下还敢动？ 摔手很痛，完蛋了，被摔死了。
人真的蛮痛的。哦吼！啊！ 哭啊！跳起来，刚好被这个锤到了。哇！跳起来应该直接锤的。 直接硬来剪刀脚，讨厌！哦。 Oh no! 会 V 反，他很喜欢 V 反。我觉得 V 反蛮耗气的，感觉没有很好用。但有时候为了挣脱也没有办法。 CA那一套要打换边 reset 吗？没有，我就看到凹不凹啊，我可以停下来啊，我可以随时在任何一个地方停下来啊。就我可以故意不接，只要他一直有在转凹技的话，我可以随时停下来让他凹出来。我也可以不给他动，然后就直接接完了。我也可以换边啊，可以三选一啊。也可以不换边，直接原地跳了。 看最后要原地跳还是接抓技都可以啊。哦，这反应。 有钱的流浪汉。好，好，晚了。Oh no！ 相对不好快，没血了，不该赌装甲了。
哦，原地跳，完了。嗯、啊？哎呦！很喜欢原地跳哎、欸，这个人。 Shoryuken! 哇哦，绿冲接这个，抓，原地跳。 这样用抓呢？啊啊啊啊！好啊，两次原地跳。 哇，空对空，感觉好像也不该用这个，都是那个吧。 哦，凹一手了！哎，完蛋！ 为什么要放这个？这一代可以自创角色，每一代都可以自创嘛，那个角色形象。
约岂是不变猪？有啦，他有放一次啦。波动拳吧。为啥我都不招架？没什么机会招架、啊，他很喜欢用抓、哦，抓跟原地跳、啊。嘿，大大大鱼楼成员，只能说我好像是打战旗的料了。他基本功很猛，有吗？我感觉他的插合没有打得很好，插合跟力回都没有特别强。这代解摔代价很高，这代就不要解摔啊！这代我都是看到，我是有时候看到了摔我才会解，不然大部分时间我就直接选择让他摔，反正被摔一下没多痛。这游戏大概要被摔12下才会死吧，一下好像800的样子吧。老伤那个哪能解摔，不要再晕了好不好。对啊，这一代摔技没有很强啊，这一代你要摔就给他摔啊。老伤那个就运气的，反正这一代也没什么人玩老伤。哦，刚刚这个人也没怎么按摔啊，几乎都没有人在用摔的啦，因为伤害真的太低了。米丸好像睡着哎、欸，米丸没去啊，啊，不然再打一场。我卡好伊，无敢回。马农也不是摔啊，马农也是指令头啊。就一般的摔就不解吧，通常都是不解了，除非你真的看到了，或者有时候会下意识反应去按，但尽量能不解就不解。除非最后一滴血啊，最后一滴血那真的没办法、啊，就只能赌了。不行，刚才睡觉。OK。很多单鬼子时间睡觉。DJ 在日本排 DJ 就很强。DJ 速度太快了、啊。找得到人补吗？另外一个也找不到。另外一个跟你一样包射进来以后，第一个直接叫不醒，我打三通电话了，太离谱。叫大丸发尾，我也觉得叫大丸发尾。烂梗重复使用。不然叫烂梗重复使用补一下。有开起来。
KO 捅爆，这边在乱动，有一点。应该说他的气功用的都比较失败，但我要来去还练了。很久没看到这一招了啊！我是不太喜欢用这一招啊，这一招真的好烂哦。要我？我已经要量。没看到。再次。小叶叶，小叶叶，听说最近练很多，可以跟我打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按了，应该是可能没有反应。哎，丁有没有看到我刚刚吃鸡？没有，但你冠军你我一下，冠军 champion， 已经有腰了，但可能卡住了。哦、那我现在是图奇最强战旗大师。哦，你是第一名，我是第一名。你跟大凯是第一名，大凯是第八名。是啊，你们俩不是一起吗？你干嘛跟他分过气？刚刚我是第一，大凯是第八。